拍一张真的不够，必须得拍10张，各个角度上下一体，再录个小视频，他们就没得说了。包括人说马云那也是 P 的，兄弟，我手机里有12张，不同角度的那照片，唯一 P 是让嫂子把我的脸稍微 P 瘦了一点，手机里有12张，然后其他大佬的我都没发，还有大概6、7个大佬，而且就是也不输他们的，我都没发。为什么？有点模糊，那个照片拍虚了，因为当时天有点黑了。我真的不懂，怎么这技术都咋分析的？这些人，好吧，这是一张，这是没 P 的啊，2张，表情什么都不一样，3张，看到吗？所有眼神表情都不一样。这都是大佬，这都是好吗？能在这桌上坐的啊，这是最后发出来 P 完的，唯一就是美白了一下啊，这都是。还有小视频，就可能不清楚。唉，